会变，我的心像海南边。坐下。OK， 所以说到时候我们那个大港演出那天吧，希望大家听。好，再来一条歌叫做《大灯烟尘》。然后，当时那个大灯烟尘就是小时候我跟阿公，拢会阿公会载我去那个庙口，因为庙口嘛，拢会卖迄大灯烟尘。然后我们就很常在那边吃，就一些小时候跟阿公回忆，大灯烟尘。在我细汉的时阵，你拢会徛着脚我早起，载我去四界乌白西。看人放风吹，在我细汉的时阵，你拢会徛庙口我早起，载我去庙口下搭，要大灯的门前。已经过几落人，结局力冻到路大下，大灯的门前。阮伫遐，头家有阮无我，大灯烟尘，永远袂变卦。每一撮拢有你陪我，吹风的干你。每一撮拢有你陪我，佚佗的滋味。每一撮拢是你最残的记忆。较早你甲我讲话，叫我着爱好好啊读书。以后大汉赚大钱，爱帮助大家。较早你甲我讲话，要看我娶某生后生，以后嘛要娶孙仔，去吃大顿宴请。已经过几落人，结局力冻到落大雪。大灯烟尘，有阮伫遐，头家有阮无我。大灯烟尘，永远袂变卦。每一撮拢有你陪我，吹风的干你。每一撮拢有你陪我，一颗。每一撮都是你最残的记忆。今仔你无载着我，剩我一个人来吃。有一个阿公载着孙仔，就亲像你载着我。今仔你无载着我，剩我一个人来吃。我会甲上好食。
做，拢是你珍藏的记忆。谢谢 ，OK OK， 接下来继续带啊，对，因为而且我们刚好就是哇啦，我都要带别的歌咏。哦，请问一下，刚刚那个任性肉丸子是有人讲的诶，特别的口味不？哎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特别的口味啊，说不定每个人的口味都一样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特别。芥末的。我要讲的芥末的口味吧。哦哦，就恭喜中头奖。会有很刺激，新口味，他觉得新口味。好，吃到这个重口味的会有一个小礼物，由我们那个赖什么颁发这个礼物给这位先生。赞！恭喜恭喜！哎，那等下可不可以刚让他吃一下正常口味的，比较一下？没有办法，没料啊！好，就到，现在应该放。